刚才开车的半道上，嘿，没看见有只鸭子，撞死只鸭子。出发了。出发。这是洞，非常重要。把油路打开，上面气儿放到这里。最平静的Leigh了。
这条还跟我争一争，今天最有劲儿的一条了，算是。不知道什么鱼，可能是还是 snape。哎呀，那本子溜上来，这还挺深的呢。嚯嚯嚯嚯嚯！应该是 snape。嚯嚯嚯！行啊，还蛮有劲儿的，蛮有劲儿的。那个也咬上了，先劲儿挂着吧。哎呀，这条鱼！还往下，很想看看你长什么样。一直到上面还挣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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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吃生鱼喽，吃生鱼喽。呜，别跑别跑别跑，没白来啊，没白来，回家吃生鱼片。漂亮，这个可好吃了，还挺有劲儿。还是得来这儿啊，我们那个豪威克地吃菜园不行啊，还是人家供应足。哎呀 ，baby baby， 哎呀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 ，baby baby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 嘛，嘛，有好吃的鱼。有好吃的鱼，我钓上楚蛙里了，可以吃鱼生。我钓上楚蛙里了，可以吃鱼感谢主啊，这个我钓到了我最想钓到的鱼，就是 John Dory。 刚才是有一个小的 snap 咬钩了，咬到这个串钩上面，然后哎呀闲得烦，然后就没理他，一会儿一提哇这么重，上来一个 John Dory， 好东西啊，非常非常美味。
看看多么可爱的鱼，今天终于钓到了，装 Dory。 OK， 到中午了，现在也没有什么鱼咬钩了，差不多就该收了。天气真棒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Leigh有这么好的天气。这个装多瑞，它表面有一层那个黏膜似的，然后仔细看这地方，这都是硬刺儿，这硬刺儿很厉害，别被它扎到。就这些地方，我就把它那个黏膜刮一下，待会儿要把那个肉取下来，然后煎着吃，好大一条鱼。它这个背鳍很漂亮，然后这个嘴可以张得很大，斜着切开可以把肉都剔下来，然后鱼籽可以拿出来，这鱼籽可是非常非常美味的。完成了。